今天怎么这么好看了？刚刚有个宝宝说，以后可以多穿。你要知道，男人都是视觉动物。真的假的？感谢小莫，视觉动物吗？你们是？啊，视觉动物，说的是你们吗？好，感谢谢我后的哥哥，谢谢谢谢。今天喜欢就行，我今天就是给你们装扮成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公主，明明我们就是可爱的圣诞老人。不过我的这个今天我把这个东西装起来好难装啊，然后后面我全都打扫了一下，我之前养的那个绿萝全都死掉了，直接全都扔了。感谢我们的妍希早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个欢迎我们所有的兄弟们这个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啊，咱们大家记得把我们今天的战战团给过一下啊，记得战战团过一下，明天的时候给大家发发福利，我拿了一个大袜子，明天的时候在大袜子里面塞满好多福利，到时候给你们送福利，从袜子里面给你们掏福利。谢我们家冷雪啊，感谢冷雪。是丝袜吗？当然不是。啊，会不会熏坏了？不会不会不会的，是圣诞老人的袜子，不是我的袜子。我从来不穿袜子的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在我们今天那个开播之前呢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视频。我昨天晚上的时候，我就在那边看视频，我昨天晚上看那个视频，我都要笑抽了。我给你们瞅一眼，可能有人有看过这个视频的啊，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啊，就大家博大家开怀一笑，然后完事之后咱们再唱歌啊。今天平安夜，笑笑平安，哎，笑笑平安，哈哈哈！我还没放呢，老有意思了，所以我就给留下来了。不能带别的那个什么，我稍微截一下图啊，回头再给我。我跟你们讲，就是这个小鸟叫，我就这受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公鸡叫的时候，我自己又憋不住笑出来了。这小鸟的时候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我就直接就笑喷了都。谢谢我的小火柴，谢谢谢谢。我觉得很好笑呀，就是我现在跟你们，我可能看过好多遍了，我觉得不好笑了，然后我自己看的时候就笑死我了。没有觉得好笑吗？我觉得很好笑啊。笑点在哪里？笑点就是那个小鸟叫。让我再一次感受你的温柔。谢谢小莫。哎，我笑不好笑，滚滚滚。谢谢小莫，感谢小莫，谢谢。你看，一口盐汽水喷死你了。背景音乐叫做那个拥抱着你离去啊，这首歌明天就能给你们唱了啊。今天晚上我叫了咱们几个徒弟过来，给大家吃苹果。吃鸡有好笑的吗？有，我是真不敢放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了一个吃鸡的给我笑死了，然后我就在群里发了一下，然后他们大半夜的时候就听着，就是有的不是，我不是大半夜，好像是白天发的，然后他们有的妈妈站在旁边，有的在公司上班，有的在什么，就听着的声音好像是公放的，就是给他们整的可尴尬了。那个老有意思了，我不想跟你们说，那感觉有点稍微有点污，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谢我家长米。不是强哥被压扁的那个，我不给你们发，
我害怕那个万一要是有点动静避雷了咋整。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，但是我不给你们放，我不能这么传递这种能量的哈、啊、感谢幸福家长米。没事儿，都是兄弟，又说那话。当时我一在群里发了，是我群里的兄弟就说，文妈你变了。我以为只有强哥才会发这种视频，你也会。这个是什么歌？叫做拥抱着你离去啊，拥抱你离去。感谢谢兄弟们送来的礼物啊，今天我们的雷哥生日是吗？祝雷哥生日快乐哟、哦、哇，还是平安夜，平平安安，快快乐乐。妈，我们是兄弟呀、啊。那个啥，是这样的啊，这个这里面有点动静，不是特别好啊、嗯。大体可能我一提你们就有看过的啊，就是有个人说，哥，虽然我长得不好看，虽然我声音不好听，但是什么两双排啊？但是有，但是我骚了，我可骚了。然后那个男的砰一枪就给他崩死了，在那。然后他立马就说：“哥，对不起，我不骚了，哥。”哎，就爬着就去找那个男的，让男的过来救他。哥，我错了，错了。我那个动静我学不来，我就当时的时候给我整的笑懵了都。然后来的时候，哥你要不救我，骚死你。然后的那个男的到最后直接就给他干死了就。我看到一个视频，跟他分享一下，不好意思给你们放那个视频，嗯。你果然变了，你看看，不让放，不给你们放，给你们说一说，你们搁这就说我。谢谢回言，谢。不放了，太有内涵了，不给你们玩。你也看内涵段子，我一般看的那个是那个百思不得解，随便找一些好玩的，里面就是没事的时候晚上下播之后会随机找一些这种段子，然后看看有好看的，回头是可以运用上干嘛的，没事的时候看一看这样子。谢谢啊，感谢我们所有的兄弟们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大家，谢。那个欢迎我们所有的兄弟们这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，咱们的宝宝们今天战爱团没有过的，记得把我们战爱团过一下。所以今天是我们的雷哥的生日，雷哥你知道你是想听生日快乐还是想听什么歌？我给你唱首歌吧，你在了吧？哎，我四爷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来的悄无声息的？我都没看着。王者哥一直在，我看着了。嗯。强哥都把你干坏了，带坏了。老大，你直播背景换了，我今天下午一下午的功劳，是不是感觉整个直播间就不灵不灵了？已经，雷哥，你想听什么歌呀？惊雷者通天塌地，什么什么紫心锤？你要听什么？生日快乐吗？啥都行，那给你来个今晚，不灵不灵。我们家灵儿之前的时候专门给我发了一个红包，说要邀请我他明天的一个生日会，今天又过来了，还我那个玩会儿的时候稍微连一个啊，给他来一个惊雷。哇，感谢我们的老梁，老梁据说今天在那个暖场的时候，你跟空文是不是特别崇拜你？谢谢老梁，感谢老梁。四爷的头像，欢迎我看到哥哥。四爷头像不是早就换了，四爷回头给你换一个好看一点的头像吧。你想，你看他们守护团的头像怎么样？喜不喜欢？谢我们家雷哥，感谢雷哥。今天是我们雷哥的生日啊，也是第一首惊雷，然后作为我们的第一首曲子，送给我们的。雷哥，祝我们的雷哥生日快乐，天天开心，也祝你们平安夜快乐。谢雷哥。惊雷者通天修为天塌地陷，紫金锤自电这玄之火焰，九天玄剑惊天变，乌云者驰骋沙场呼啸烟雨遁，十多情自不亨于恨，我手成了玉刃，纵天地沦陷几吞山河崩，大权我守得，杀神是我修成佛，剑出鞘我血滂沱，地
命，太极八卦乾坤，万物星象命中全套，晴天大柱拼杀百万军中灭修炼，九宫八卦尽在我手，万物计辽山河斗，三魂七魄生死大权由我掌控，妖魔吼，今日虎符在我手，是杀伐定在的猛龙口，杀忠孝仁义多情，世间万物如刍狗，笑看红尘人世间，是毕生修炼为成仙，尔等屈服这苍天，神通盖世输境界，功成名就这天地，情只为你而立，多行不义立自毙，我此生只求这争地，你的小手不要你满着耍脾气就走，感谢我的哈哈，谢谢你，感谢我们的木南春，刘哥比较短，送给我们的雷哥，祝我们的雷哥生日快乐，谢谢思思去给守护，谢谢思思，适合每一个喊麦的这种曲子，卡啦卡啦，妈这么快！四爷，你看你喜欢这个头像吗？如果你喜欢你之前那个头像的话，你就用你之前那个；你要喜欢这个的话，我可以发给你，可以跟我要一下啊、嗯。想到这个就想笑是吗？我感觉发现倒车请注意这个词儿适合每一首麦曲，卡啦卡啦的。怎么升级小猪妖？你现在已经是小猪妖了，然后每天过来过一下我们的战役团任务。每个人你们记得刷一下我们一块钱的一毛钱的威武霸气啊！有气球的可以上上气球，马上就可以抢宝箱了呢。你们看这个宝箱马上抢起来了，看，还有几千块钱就抢起来了，快来，还有3000多块钱。看看我的头像喜欢不？我看你是什么头像？威武霸气，只要送一个，一会儿的时候都可以抢宝箱的。啊，这个有勾啊，这个是有勾的，也是可以的，只要不是黑我的都可以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威武霸气，恭喜大家成功！大权握成格，杀神是佛，修成佛，剑出鞘我血滂沱，太极八卦乾坤，五行相命中旬，抢到了吗，兄弟们？九宫八卦尽在我手，万物计辽山河斗，三魂七魄生死大权由我掌控，妖魔吼！一千是不是一块钱？一块钱已经非常不错了，兄弟们，你拿一毛钱换了一块钱，你赚的。笑看红尘人世间，是毕生修炼为成仙。我们五只小猪在指挥。我听那个谁说了，我听腾飞说了，你们这没事还自己老私下举办一个聚会什么的，没有老大的聚会有精神力量吗？吃饭谁请客呀？你得找着那个吃饭请客的才可以，知道吧？嘿嘿，哎呀，多没意思！哎，谢谢我们家零二，谢谢零二，我们明天肯定去啊。不能搞小团体，没有他们北京这群小猪们，我跟你们讲，就一直凑一块玩了很多次了。就是腾飞啊，他们几个就是老自己组织，没事的时候聚一聚，没事就聚一聚，也挺好。从我们那个网络上相聚，然后后来成为家人，然后后来在那个什么，一直就成为现实中的朋友，我觉得也是挺好的。嗯，然后。现实归现实，网络归网络啊，一码归一码，借钱谁带不带行的啊？吃饭 AA 制可以，他吃饭可以，他请客，他吃饭可以，借钱谁都不许借啊！跟你们说了啊，任何人啊！我乖哥来了吗？欢迎我乖哥！怎么？我想找个小母猪，我还想找个小母猪嘞。乖哥平安夜快乐啊，谢老大啊，不客气。女儿今天周年，我下播之后就过去的，先讲过了。欢迎咱们现场的所有的宝宝们，这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，记得把我们战团给过一下啊。我有一块五，你要不要？你是抢老乡抢的一块五吗，哥？要呀，一块五我也不放过。一毛钱我也不放过。我尼玛姐姐来了吗？欢迎我尼玛姐姐。好，家里大哥大姐们都就位了，兄弟们快过战场。
是越睡越快，我对你的关怀就变成了伤害。谢我们的卓卓妈妈，谢谢。爱不可能再重来，过程虽然精彩，但感觉已不在。学会了这首歌了，然后今天唱了一个 DJ 版的，明天给你们唱原版的啊！感谢谢我们后的哥，开个心愿，我瞅一眼啊，又是一分啊！有人说为什么要过外国的节日，我跟你讲，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，这个节日如果不泡妞 不那什么就浪费了，这是一个噱头，懂吗懂吗。作为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噱头，一个机会而已。你学坏了，那你们有妞可以泡的话完全可以泡一泡嘛，是不是？整那一天天的你们连个女朋友都没有，他泡妹子也是有技巧的。
们不一样。商家的噱头而已，其实说实话这个节日真的和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双十一双十二和我们有关系吗？在我看来，人生中一共就两大节日，一个是春节，一个是8月15。因为就这两个节日的时候，我爸我妈每次都让我带着他们满世界的送礼去，平时的时候不需要的。感谢幸运小小钱，谢刚们送出送来的礼物，谢谢谢谢。嗯，一个618，一个12月，没毛病，一个618，一个1216啊，送我们这一生中的就是一年中的两个节日。没有，是就是这个意思嘛。815是什么节？8月15呀，8月15不就是那个中秋节嘛？中秋节是还有那个春节，就是中国最大的节日，不是吗？感谢 T， 谢谢谢谢。还有6一儿童节，那你要说6一儿童节，你咋不说38妇女节呢？还有5一劳动节呢？那7181都是节，9月12还老师节呢，10月12还国庆节呢，是不是？那每个月都有节日，那你们这男生不破产了？过个节就得给女朋友送礼物，过个节就得给……哇，我终于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女朋友了。谢谢，谢谢我们家杨梦呆。清明节谁爱过谁过。感谢 T， 谢谢 T， 谢谢哥哥，谢谢。欢迎莹莹，九妹那个应该是假的，他那后缀怎么还是写着要个人票呢？都过来年度多长时间了都，应该是假的。嗯，要真的话就跟我讲过了。怪哥说圣诞节是不是你要发福利？是的，今天是平安夜，我还准备给大家发发福利，叫大家一起来玩一玩呢。说吧，怪哥，还不是因为穷吗？不不不，四爷，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人家那穷的长得帅的照样有女友，照样有女孩子泡。扎铁了，老四。有人说我四爷很帅，我四爷确实挺帅的，确实挺帅的，我有看过他照片。那个扎铁了，老七，乖哥说吧，圣诞节想要什么礼物？我明天我从我的袜子里面给你掏出来。说通，我一会儿的时候连一下你啊，稍微等一等啊。逗号吗？不是逗号，叫句号。我就觉得四爷最吸引我的就是他那两个大酒窝，跟我一毛一样，特别可爱。感谢白小白成为守护，谢谢。谢谢迷茫，欢迎趁早。好的，文姐不着急。好的好的，那口味好重啊。怎么，我喜欢酒窝有错吗？你们是不是也喜欢我这种酒窝啊？嗯，像我们这类屌丝只过中国的节日，快拉倒吧。七夕你有人陪你过吗？不是我瞧不起你，七夕你都没有人陪你过的。欢迎金马。不好意思去扎你们，真的不好意思扎你们。欢迎财团娃，长沙的土地来了，刷多了全成财团了是吗？刚那歌的名字叫做放过自己啊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那个拥抱着你离开啊。有人让我自己陪我过，感谢太子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还是双十一好，我觉得双十一这个节日其实挺好的，比较适合你们，真的。就是自己突然想起来了一个笑话。你知道四爷为什么现在是单身吗？之前其实他是有女朋友的。你看你看你黑我，好的，我就继续说了。你知道吗，当时的时候四爷他女朋友特别厉害，双十一到了，咔咔咔咔咔买了一堆东西。后来的时候四爷就说，哎，我看了一下，妈呀，花了我43000多块钱。啊，43300多块钱。哇，这个钱发到哪里了？然后后来看了一下，哎，买了这30件，有29件都是给我买的。妈呀，厉害了。媳妇儿你太厉害了，来媳妇儿我看你那43000块钱的包长啥样。去走了吧。
29件是给他买的，加起来一共300来块钱。然后买了一个，最后一个是给自己买了一个包，花了43。欢迎素素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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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太好玩了，能补刀吗？什么叫补刀？感谢我们的木南春啊！对呀，对呀，我今天之前的时候跟他们说，这个活动只有赢的有奖励，比如说我们有大顶啊什么的，赢的有奖励，输的没有惩罚，那不行。咱们第一轮分了3组，一共9个主播啊。然后我一会儿的时候，我先联系一下卓彤啊，先让卓彤把祝福送了，把这9个主播一会儿的时候叫报一下，报一下。然后第一轮上来就淘汰的那个，最少的那个要受惩罚。最多的那个晋级到最后的 PK 环节啊，最少的那个要受惩罚，要不然多没意思呀。对呀，四爷。哇，四爷给我支了好招啊，其他徒弟们你们受惩罚的时候不要责怪四爷哦。他只是提了一嘴而已。谁输了谁发个苹果叉。我不参与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反正我又不比赛，我只是一个主持人。我跟你讲，给你们发个苹果还是可以的，就怕游到你们那个地方都已经烂了。来吧，那这样我先连一下我们那个卓彤啊，卓彤今天那个过来想要连个麦，然后给我们的兄弟们送一个我们这个圣诞祝福啊，然后先给他连个麦啊。主持人麻烦你站起来，我才不要。乖哥，你想圣诞节的时候要什么礼物，你说我就问问。Hello 宝贝儿，宝宝，我把麦克风给打开了。好了，嗯，平安夜快乐，亲爱的。平安夜快乐。然后，家的兄弟们平安夜快乐。我今天过来就是感谢一下你，就是我不是直播第一个月的时候就来连过你嘛，当时后台不是很多，然后现在直播3个多月了，然后就换点后台过来感谢一下你，还有上次67频道你帮我，对。啊，没有什么关系的，我去。这个哇，你这么感恩呐，兄弟们，其他主播们你们学着点儿。作为一个主播来说，他要想在 YY 上立足的话，一定要感恩，懂的吗？真的是。点一下我们卓彤的关注啊，没有关系的，宝贝，客气了，客气了。我也挺喜欢看你直播的，然后觉得你人特别和蔼可亲，喜欢听你唱的那个歌，然后就想今天过来，感谢你一下。没事没事的，亲爱的啊，谢谢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与支持啊，谢谢。今天既然过来了，给大家来一小段吧。跳舞行，可以，那我给大家来一段吧，跳一半吧。好的，好，作为我们的开场舞吧，好不好？行，我们比赛的开场舞。现在先丑了。小乖哥，我一会儿的时候发你个女朋友，谁输了谁当我乖哥女朋友啊？明天预定了，一天就行。有时候我也想有。小哥哥，昨天微信。小鸽子，小鸽子，
bounce to the beat like you're jumping on the pogo. Ladies, they ain't moving, rhythm's not enough bass. If their ass ain't shaking, rhythm's not enough bass.你先回来，宝宝啊！感谢我们的博才，谢谢干嘛哈哈！我去，你这一上来，你给我惊呆了，宝贝儿！我寻思你给我跳个舞，跳舞，你咔一下就是给我一个大必杀，我去！直接给我斩杀了，真的是，我这今天这活动没法进行了，我去，太热了。有人说你看看人家。咋的了？看到哥干不了小鸟啊！这个姐姐们嘛，啊，哎，他那个，哇，真的是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好羡慕啊，来不了。属实，这个属实来不了啊，属实来不了。谢谢啊，感谢我们的卓同宝宝啊，然后那个今天单独过来的，给我们送了祝福，还给我们送来的这么多礼物，以及我们最精彩的表演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兄弟们，咱们大家记得点一下我们卓同宝宝的这个关注啊，给他关注点一点，然后欢迎我们的卓同宝宝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常来啊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文二姐，谢谢文二姐家兄弟们。那我好的，好的，那这样我就先。好嘞，宝贝儿，我先取消一下你的连麦啦，拜拜拜拜拜拜，祝大家平安夜快乐，平安夜快乐，哎，团灭，嗯，那个，今天就不要直播了，没有什么意思，做什么活动，吃什么苹果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挚爱的心痛，不爱的保重的。感恩大熊茶，突然之间觉得吃苹果太没有什么意义了，没有办法，在我土地里面研究营养学才稍微好一点，你看我们这些哪一个不是 A， 一个个瘦的那么瘦啊。刚刚乖哥说了那个啥，那个喂，怎么给我四爷给四爷干掉了，放错音效了，放成拖拉机音效了。乖哥，我刚想说了，说谁输了做你女朋友，明天一天啊。然后我们家辣辣说他想输，你可以吗？你要愿意的话，我就把我的辣辣当成我们的这个一个礼物，就送给你一天了。四爷太热了，直接电脑就死机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师傅可以电，电的就太假了。好了，把我们这个今天的几位主播给往上报一下啊，咱们的徒弟梦竹。思思、莹莹、金娃、布丁豆丁，还有素素，还有我们的能玩能玩，怎么不能玩啊？都给晚上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小洛瑶不行，说小洛瑶带着他家的小蛋塔去看病去了。聊聊来了吗？聊聊。小静来了吗？玩胸大的吗？没，我们玩苹果。哎呀，你们能不能阳光一点，我们能不能来一点正常一点，好吗？不要因为看完卓同的表演你们一个个都不淡定了，可以吗？啊，没劲，真没劲。
小七今天不能去，小七今天那个脸上还过敏，他不参加了。还有呢，给网上报一下，这个找一找。凤九都在了吗？真没意思，哈哈。咱们刚回来的兄弟们，记得把我们战友团过一下。有的说咱们，我还以为比谁的胸大呢。你们不要这么逼我，再逼我的话，我就举办一个全师门比胸大的活动，看谁垫的最自然、最大、最多。不要逼我啊！扣一，哇，你们过分了！你们过分了，过分了，过分了！好的啊，欢迎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宝贝们，我看一下啊，咱们今天有九个人的，凤九、小九，我看看一共是十个人，哎，刚好了。欢迎我们的哆啦天空啊。那这样的，我先问一下，今天那个说那个可以那个第一轮啊，我就随机把他们分成三组啊。第一组我们的游戏呢，就是每个人呢在自己的苹果上拴一个绳子，然后呢拽着，然后让它吊着，然后开始吃苹果，谁先吃完呢谁算赢。这是第一轮啊，第一轮三个人比赛的这个什么啊，比赛的这个吃不完，那基本上就吃一晚上啊，吃就是看看谁吃的快，是这个意思的啊。那个咱们那徒弟们，你们那个谁绑了绳子了？谁绑了绳子了？我刚看他们在群里有说了，嗯，没一个小时吃不完，你们是不是为了比赛连饭都没有吃？那倒不是的，看看啊，小静有是吧？莹莹有，聊聊有。好的，来把，没事没事，今晚你是后面一组，把小静啊、聊聊，莹莹，莹莹你绑了吗？莹莹你没绑，就凤九子，凤九子也绑了。凤九子，我觉得其实你这一轮，你要是参加这一轮的话，你肯定赢。给他们点机会，嗯，谁呀？哪个哥要走啊？哪个哥哥要走？你们就是扣扣拜拜的时候，记得把那个什么，哦，卓同宝宝是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去吧，去吧，宝贝儿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聊聊没榜吧，凤九抱上来，凤九、莹莹和小静。好的，拜拜，宝贝儿，有时间常来玩哦。谢 T。你现在看的是我们今天拿着苹果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互动，咱们在规定的时间之内，这三位主播谁吃的最多啊，兄弟们一定要擦亮你们雪亮的双眼，然后谁吃的最多谁就算是获胜，谁吃的最少谁就要受惩罚。刚刚说那个补刀的那大哥好像现在没有来，等他一会儿。我没绑，你不念你没绑，绑架莹莹，你看看，刚刚那个群里还说了呢，聊聊绑了，凤九绑了，还有呢，啊，聊聊，莹莹没绑，聊聊聊聊聊聊，凤九和小静，他仨是一组。好了 ，OK， 来，我先联系一下我们第一个凤九子，凤九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好，有请我们第一位出场的老公爵。我先看你的苹果，不是师傅，这个玩意儿你让我拴在顶上，我是使绳这么绑的，这根本就那个这个把儿根本就拴不上，根本没有把儿好吗？这么短，看。我觉得他们也是像我一样的，你不笑，这玩意儿那么沉，拴在把儿上一下就掉了。那就一分钟时间之内看谁吃的多呗。行，你觉得你自己就是吊起来之后你能吃多少？我觉得我，你看一往前整，它就老往前跑，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咬它一口。对，所以说就比较难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种意思。我刚才不来吧，凤九。好了，真的，我感觉我下一轮能赢，这一轮我估计第一轮就淘汰。来吧，师傅，我闭麦，你放歌吧。那等会儿我给你计时开始一百秒的，我给你开个 PK 一百秒计时啊，预备。你没音儿了，你没音儿了，你什么情况？你这道具准备的也不充，
不是掉了呢？完蛋，玩意儿！不是，行了，你输了，直接受惩罚吧，要不？不要这样啊！不要这样，给我小公主一分保面。啊、你先连他们，我最后一个不仨人吗？行不行，师傅？成成成，你说下去吧。嗯、完蛋了，玩意儿！聊聊，来，有请我们的聊聊闪亮登场。插个棒子在这，好，看我们的聊聊怎么绑的。你看人聊聊榜的，你看人聊聊榜的啊啊！我等会儿布丁、多丁、金娃，然后莹莹，你们三个啊，把那个小苹果切成十份啊，现在去切，现在去切啊，切成十小块就行了啊。一会儿我们进行第二轮啊，可以了吗，宝贝儿？我可不可以先咬一口？就大家都先咬一口，不然一口都咬不下。先咬一口，行吧？那你先咬一口吧。嗯嗯。嗯好了吗？吃蟹吃之后给我来一个 OK 了。好了，计时开始100秒啊！嗯，预备，开始。难，我去。好，借助力量啃了一点皮儿，好像没掉下来。哇，时间还有50秒。如果他更适合你依偎，悲伤该如何全身而退？爱情还是嘴太小了。你小心点把你的门牙给敲掉了。好的，大概应该咬了有一个五分之一差不多了吧，兄弟们有看到吧？大家一起帮忙做一下证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的。OK， 那这样我先取消一下我们聊聊的连麦。那我们下一个来自我们的小静。